们在做火腿肠的时候，爸是一件我们特别懊恼又非常气愤的事情。于是我就放在了碗，像肠去皮腐乳器，设计非常阴性，来给你们试下效果如何？我们之前手拿辅助器，然后一推一拉，一推一拉，看到了吗？非常的好用。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我是万万不敢相信的。难怪日本女人都喜欢手洗衣服，原来她们都在用这个加叶刷，盖子是硅胶的，防止液体漏出来。洗衣服时只要轻轻按压就能出洗衣液。该说不说，属实是有点毛病啊。我就奇了个怪了，你眼睛是写轮眼吗？倒个洗衣粉你往哪里倒？那再说了，哪个中国人像你一样倒？我看你就是个岛国人，家人们不说了，直接安排。Thank you.